饭。啊！找谁？想娶你的那个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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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很期待哦，我很期待他上台。不要手，把口罩摘下来。他会的。那会不会一辈子？你先甩骰子，看能力吧，看看你是什么。我们湖南的妹子就是这么生猛啊！我们看看这什么？哦，倒过来。我喂他吃东西。十，哎，这个十就很奇妙了。我们都知道长沙，哎，听我说，我不可以的。我们都知道长沙好吃的很多，有些什么呀？告诉我，小龙虾，小龙虾，臭豆腐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场要不要来一份啊？啊，不要，我没见过这么拆台的一面。这样，我们请宋茜，因为是宋茜为你实现愿望，我们请宋茜。不可以，进行不下去了吗？我们请宋茜给你喂一份小臭豆腐，好不好？不可以，差点说成小龙虾。我们工作人员是不是有臭豆腐？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不可以，你的口罩真的要摘下来了。好，我们不要挡住镜头，我们都撤开，我们都撤开，我们留下这一刻。我想讲武汉那个，而且还让你们亲眼目睹这一切，是不是？啊，太残忍了！蘸上辣酱，我自己也想吃。但我觉得湖南妹子不怕辣呀，她能吃辣，她说。湖南人都能吃辣。我看是有多少。把全弄。不可以，可以的，厉害。你满足了吗？你的人生满足了吗？来问一下。我是奉献七年的晚饭，我满足了。七年晚饭真的很激动，我只能说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我。点着面投下去了，我不知道他今天能不能够活着走出电影院啊！大家别这样了，相亲相爱好吗？不加油！我们这个给到大家命运的这个骰子起着很关键的作用。我们请两位主创和骰子来个合影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长沙这一站标志性的合影了哈！来，我们工作人员来帮一下忙，我把它挪到中间来，放上去是不是？那我们两位就选择合适的角度吧。当然是。